这玩意吗？我问平平了，我没买错，就这玩意儿，就咔咔往里一拍，贵啥呀？几十块钱儿，你得擦完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像什么那护肤品啥的了，什么水了霜了啥的，最后一步拍这玩意儿，就使劲这么一拍，对。但你别不能拍多了，你拍多了就不好看了，拍多了掉渣儿，你就少拍点儿行。我不是我这啥都没蘸呢，这底下有粉，你蘸那粉拍吧，我也不懂这玩意啥盒啊？它这底下这带的那个霜。带的霜，啥100多？几十块钱儿，100多上商场买去了，100多。你这盒能值几个钱？这玩意能值几个钱？就叫这玩意吗？就 CC CC 霜，CC 霜，烤鸡爪好不吃？烤鸡爪子呀，克扣小白，零下30来度，现在这个点儿，外面零下27度，朋友们，哈尔滨大降温呢，是整个黑龙江省，我刚才看新闻是漠河是哪儿，零下50度，喝一会儿热乎热乎，朋友们啊。明天回老家，媳妇做的水煮肉片，把羊肉，还有买了汤圆儿，就是能动的东西，放车里没事的东西全放车里了。然后还有几样的东西，罐头啥的我都扔工作室了。明天走的时候直接早上早点上工作室一装，是吧？要放车里面那罐头啥可能也冻碎了，冻裂着的。太冷，外面这天真是太冷太冷。不咋足劲，喝一个，朋友们，大年初二啊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过了15，我觉得这个年就算过完了，是吧？媳妇烤的鸡爪。这味道不错啊，味道啊。宝贝。吃饭。
紫竹菜，你尝一尝，不辣。白菜呀、啊，有豆芽，吃不了。就是你喜欢吃的午餐肉。午餐肉你咋吃？